啊、哦，那个各位同学好啊、呃，谢谢你们来听课。然后在这样的天气啊、哦，然后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烦恼的根源跟烦恼怎么样止息啊、哦。那我们就借刚刚同学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切入好了啊、哦。比如说呢，现在看到说社会上好像。 有很多的所谓的那个小三现象哦，第三者的现象，然后变得很公然的哦，啊，就变成刚才像呃，把人家安，天火铁来用哦，把人家宝马天火铁来用，后来他们类似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说法，这个样子了哦。那好或者不好，其实这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论断，因为现象已经这样在发生。 哦，这是一点。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婚姻里头的他的那个他那个本质，如果没有办法被很充分的自觉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哦，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关联，事实上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像传统社会，因为它有一个传统的那样的一个一个价值观啊，他、哦、不都，特别是女性哦，她被迫要从一而终。然后呢，男人呢，他也好像就比较比较有有那种社会压力啊、哦，不太敢去，除非他是一个成功者。 哦，进入钱，进入色，一惯所谓贤公的差不郎哦，然后他才能够去，好像他的娶个三妻四妾啊，或者所谓现在看起来的出轨，比较不会变成有很大的社会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每个人男男女女都在经济上面各自独立，然后女人更不幸的是，除了说她要要在经济上面承担责任之外，还要负责照顾小孩，可能回家还要招处理家务。 所以他的他的那个生活上面是一个比较紧，而且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所以前一阵子我们看到那个母亲节的他那个报道的时候，很多台湾的妇女都觉得自己很辛苦啊、哦，因为要工作，又要养小孩，然后又要面对所谓的小三的问题，这些事情变得非常的困难啊。哦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它不断在变化的过程了。好，那但是我们先把它归约到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对待上面比较本质性的关系来看的时候，对于所衍生的这些现象呢，就可能比较容易心里有数。哦，那么说男女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的建立，比如说你会发现它有几个动力在形成，在人类的历史上面这样一路这样下来。 我们说最本质性的，比如说它是属于动物性的这个层面，荷尔蒙的问题、性欲的问题，青春期一到了有没有就需要配偶跟动物完全一样的，这是这个层面的需要啊。另外一个是，哎，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类的生活上面，它慢慢去鼓励成，就说到最后就是要去啊、呃，男人长大了呢，他要去娶，然后女人长大了，他要去嫁。 啊、所以事实上，在他青春期一到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在他的心理上面就形成那种驱力啦，要去找一个以后的那个配偶。除了动物性的这个驱力、荷尔蒙的因素之外呢，有心理上面的这种需求，啊、哦，所以呢，诶，会形成所谓的婚姻关系，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看第三个层面跟。 第二个层面是有关系的、啊，社会制约底下的心理需求，跟原本男女之间透过情欲或者说彼此之间感情的连带所形成的那个需求有关系。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叫做社会认同。那干嘛讲？哎，好像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爸爸妈妈都会觉得结了婚才叫做长大，对吧？然后他也会觉得说你结了婚的，他对你就没有责任了。 好，所以这里头有那种社会认同的问题，应该叫做社会求同。你结婚，然后你被认为你是一个大人，然后你结婚表示你是被肯定的，所以你不是这个社会上的怪胎。你看，所以像刚开，像我们现在比较好了。那不然本来在在这种我们台湾社会里头，比如女性如果独生的话，有没有她的心理的调试好像都不是很不是那么不是那么轻易的。 啊，就是这个问题是属于社会求同所形成的压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经济因素。诶，以前比如说像以前我们会女人会觉得说，嫁一个先生有没有？然后她这样嫁鸡随鸡，像油麻菜籽这样，然后就经营家庭，然后经济上面呢可以比较稳定。比如说啊，那你看像这些因素在现在它不具有不再具有那么决定性的影响力了。 但是毕竟呢，不自觉的时候呢，还是会落入经济上面的这种因素。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就是纯粹是属于感情上的，哎，仅仅只是介意，然后希望呢两个人，然后在一起去好好的经营跟共同生活。那你其实你看，我们这几个要素，生理上面的要素啊，心理上面的因素，社会求同的因素，经济的因素。 跟真的是来自于感情上面的，比如说我们说那种爱情的那种催促啊、哦。那这五大因素，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去分析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构成男人跟女人之间能够一个和谐相处的主要的那个核心。事实上是这样，因为这些都是很很被动的。 都不是很自觉的，外水沟通动物性的趋利。哎，然后心理上面不自觉的这种机制，或者说社会求同的问题，或者说经济上面的需要，或者说爱到了有没有？但是这些都并不表示说，那你跟对方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可以达到那种说，哎，和谐，然后彼此对彼此之间呢都能够呃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满意，啊，然后。 等于说彼此之间那个生命的关联性呢，能够不断的被提升，有没有？所以曾经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西方在八零年代以后，他们提出了一种观念，叫做灵魂伴侣。灵魂伴侣，灵魂的伴路。嗯、哎，对。但是你要看到这里头，它有它很重要的这种基础。就等于说，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五大因素之外。 男人跟女人之间，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透过彼此之间这已经有的这五大因素的这种连接，更自觉性的在彼此的心灵的沟通跟连接上面呢，可以更紧密、更成熟。所以呢，这就变成不是像传统的啊、哦，你看我们会把在传统的这种因素的时候，常常会变成我们会觉得说，哎。 用社会的责任啊，或者说男人的责任，或者说女人的责任，有没有啊？Get on 的应干安娜，你的应干安娜这样的关系在互相责求。那在互相责求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觉得是压力，因为他被责求，但是他不一定喜欢这样做，有有所以甚至呢，他的生命的自由度，他的能动性呢，就必须要为了。 啊，对方的某些要求而做某种程度的让步跟付出啊，那因为他不断的在觉得自己在让步跟付出，所以他会怎么样呢？他就他当然同样会要求对方有没有？啊，我就看我这情况，你等了那么久，我讲好不好？啊，我这情况，你那、你那把关的喝水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他就不自觉的会怎么样呢？会理所当然的去责求对方也要来配合他啊，所以根本也变成那呢？哎。 两个人呢，就好像不断的在投资，有没有？我把我的生命的很多的自由、很多的能量，然后很多的劳动力，有没有？很多的关心都投资在你身上。那我投资在你身上，我想要获得那个回馈。刚到那边郭票刚，刚才一说，安、啊、娜常常跌停板，你心情会怎么样？啊？所以你看就会很痛苦啦。所以在那样的关系上面，啊，变成是一个。 因为我不断，我觉得我不断的被折求，然后我不断的被折求之后呢，我那个为了维持这样的婚姻状态呢，所以呢，我不断的付出，但是呢，我并不觉得我从我的付出当中得到相应的回馈，所以我就陷入一种在两性关系上面的痛苦，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超越，啊，又跳不开来，又没有办法用一种我们说比较。 呃，比较超越的心理来看这些境界，没有办法啊，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男人跟女人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上面啊、哦，有一类啊、哦，其实可能是大部分在心理的机制关系上面会变成是男人把女人关起来，有没有？他是你的，哎，被你给占有的，就好像你关的的那个囚犯一样。但是呢，你又怕他跑出去，有没有？所以呢，你自己当狱卒，是不？噶关点啊？你噶够胆家？ 男女之间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说那个在二十世纪里头非常有有智慧的那个欧修讲的这件事情呢、啊。我非常非常赞叹他用这样的形容词了啊！他说，如果男女之间他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心灵上面的成熟的时候，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就好像是狱卒跟囚犯，火兄控制，阿火兄关掉嘞，阿火兄，嘎嘎的互相把对方给监禁住。 他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你看我们大看我们爸爸妈妈周边的、哦，或者说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上面看到的这个这样的讲法，其实算是蛮客观的。所以到头到到最后呢，你发现都带着那种好像不知如何，也不知道到底出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然后这样郁郁终老啊、哦，然后呢，这样过了一辈子。 那也就是因为对于传统的婚姻观念做了这样的反省，所以在西方哦，我们说从八零年代之后，那些所谓的 New Age 的那些运动者有没有？哎，他们提出了这种灵魂伴侣的这种观念啊，其实它是有它的意义跟价值的哦，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果说你看，我们从实际上的婚姻状态里面，你看。 如果他形成了那么多的痛苦，然后那么多的压力，有没有那么多的那种，那甚至那种说那种怎么讲，没有办法消化的那些，对对彼此对方都很不满意，有没有？那在生活上面，在生活上面，男女又各自承受这么多的心理的跟身体的这些压力，然后在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对待上面，又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哈，比如说。 你为什么会喜欢跟一个人在一起？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压力可以得到释放，对,对你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然后真的你会因为跟他在一起有某种喜悦，所以你才会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卡扎达纳的埃西干不是弄啊嘞，对吧？你也想得了解了嘛？那如果说常常在一起，但是呢，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应付的，然后都是不高兴的。 然后都是不愉快的，那你看那个在一起就会变得怎么样？变成形式上面的在一起会变得非常的虚假。那因为形式上面又不得不在一起，所以怎么样呢？反而会造成内在里头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的一种反弹。好，那在这种状况呢，你看那个空隙就很多了，有没有？等于说男人的活动空间很大，女人的活动空间也很大，那随时都变成说在。 心里有这么多的压力，身体有这么多的压力，然后又有很多的不如意的情况底下，有没有？然后去寻求所谓暂时性的感官的那种满足跟快慰，他很容易就出轨了，他就很容易就出轨了，他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他到底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回应呢？有没有？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没有办法从。 表面的问题来看，来看这些现象就，就就说给予一个答案。我们从生命的这种学习当中，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越独立、越成熟的生命啊，才会越对于其他人越来越少的依赖。那只有越来越少的依赖，才会减少有没有折求？ 那只有越来越少的折求，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相处才会越简单、越 easy，有没有？我们说，哎，他会越轻松。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只有越轻松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有有那个生命的关联才会是喜悦的。你都体会，其实干真真简单的事情对咱人做咱干嘛去我会我伊做无一好，有没有？ 但是，比如说，你看，有的女人，对，跟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她老公老是臭着一张脸。比如说，那她有，比如她老公不是讨厌她，对不对？但她有很多的那个压力，然后生命上面的不快乐。那那个女人跟她这个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她觉得怎么样？好像就是她得不到应该有的那个轻松，应该有的赞美，应该有的肯定，有没有？但是。 另外一个男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哦，那个男人饿了会呀，你跟他做睡哦，你把就你起码睡两四十会啊，把就那个叫小瑞，你也白白叫你睡有没有？那也出去呗，也出去了。那换一个角度，男人也是这个样子啊。哎呦，当我是欠你寡债啊，我一天做康亏叫你辛苦等啊，那你怎么都是一张臭臭的脸啊？有没有？那他跟那。 那因为这个太太不是故意给他一张臭脸啊，他要养两个小孩，功课都不好，有没有？然后她要又要负责那个公司上面有很多的业务上面的压力，他疏解不开来啊，所以他常常眉头就皱着啊。那眉头皱着，然后脸部就比较容易发黑嘛，对不对？那如果那边边有那个男的边,边，他比如有同事啊，有没有啊？那年轻啊，刚出社会啊，那年轻的年轻女人很有活力啊，有没有？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啊。 我那会在饭店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在吃饭的时候很清楚啊。一个谈恋爱的女生啊，跟一个大概五，应该五十出头的一个妇人，那个很清楚，那个很清楚哦。因为那个她在传递的是一个快乐的波动，那那个五十几岁的女人在传递的是一个痛苦的波动。那你想啊，一个疲惫而压力，然后常常刚刚一去，卡比掉去哦，莫想的这些杂波浪也安了。 知道吗？就这样。那更何况，好，那更何况是现在是我们说刚刚讲的，那是好像都是在一个比较呃，不是蓄意去去蛊惑出来的那种状况。那现在不一样哎、欸，现在更不一样。等于是，像我前阵子也听到说，现在女人太流行，她们不结婚，有没有？但是呢，她也不想嫁人哦，但是她觉得跟别人的老公在一起玩一玩就好了，她觉得这样很好啊。 像女人也流行这样的哦，那我等于说，像刚刚那个是变成前面讲的是没有这种价值在鼓动，那现在变成有这种价值在鼓动啊，所以那整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关系，婚姻上面的关系有没有？所以婚姻它的基础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变成这个样子。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就怎么样呢？ 彼此之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都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修学的这种东西嘛，让自己心灵不断的成熟，你的容量越来越大。所以呢，你能够随时能够去体会、体会跟体贴掉对方的这种苦处，有没有？然后呢，甚至让对方觉得你是他的知音，你能够很容易去了解他。然后他心灵上面的一些困惑或者说一些压力呢，虽然你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但是至少他怎么样？他愿意跟你谈，他愿意跟你分享，然后彼此之间在分在分享彼此之间的生活上面、工作上面、生命上面的这些压力或者不愉快的时候呢？他所得到的是一种怎么样呢？是一种肯定。哎，你的公，作管理家心情不好的代你的另一半有没有？或者你自己，你的另一半在谈一些他心里头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能够很自觉性的去倾听，然后呢，乐于去提供你的这种呃心灵上面的这种抚慰，或者说知识上面的种种的帮忙跟体贴的心，有没有？那这样会变成怎么样呢？你这个男人或者你这个女人，哎，你会发现你们彼此之间那个心灵，他就有一种很有机性的那个关联啊，它不只是传统的啊心理上面的那种依赖啦，和、哦。 生物学上的那种需要啦，社会认同的问题啦，然后经济的因素啦，甚至到最后变成因为小孩子所以硬要在一起，有没有？就不只是这个样子，这变成是一个两个人真的在心灵上面有一种积极的关联，然后可以导向带向有没有自觉性的一种，有这种心灵上面的关联，然后。 彼此之间能够真正有这样的一种关怀，然后呢，因为这种真正心灵上面的关联而产生的关怀，所以对彼此的心灵跟彼此的生命有没有，都自然而然产生那因缘于这种心灵上面的关联而带来的那种，我们说那种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呢、哦？这是一种就变成有一种爱的氛围，有一种关怀的氛围的那种责任感。 那、啊、所以呢？那当他碰到，比如说，哎，可能的、可能的那种引诱、诱惑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去拒绝。他生命里头就有这种免疫力，他心灵上面有这种免疫系统。因为他会怎么样呢？他透过跟他另一半互动的过程当中，当他体会到那个成熟的爱，那种关联，所以他会很清楚的去看到，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在要求对方，不是在折求对方，而是看到说。 他对于他另一半呢，有一种来自于他的内心的一种真诚的一种责任意识，所以呢，他会很自觉性的什么？他不愿意，也不会去做出去伤害到他另一半的心灵的行为。所以这变就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它就变成不是一种社会控制，它是来自于心灵成熟而产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彼此生命的一种责任意识。 那这个责任意思就是，他是透过一种自觉，然后去减，就会去避免由于自己的这种身口意行而带来对对方的伤害。啊，那这大概就是我对这个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没有办法看好，也没有办法看不好。但是呢，知道说这里头他的问题是很本质性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呢？<coughs> 现在。 女人的这种意识，她在觉醒。比如说，像刚刚来之前，我跟我那个同修就那边半开玩笑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富人，都是离了婚了之后才快乐，或者呢，老公死了之后呢才快乐。 所以我们就讲了一个笑话，说原来女人的、女人的解脱建筑在她的丈夫的王故上面，也能是的快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其实这这是一个很，就事实上在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不能说可悲了这有它的历史的因缘。因为长期在这个人类文明上面，你看记录就知道了。其实原本就西方上面呢，你看原本这个这个。 当，比如说，你如果从老子来看这个当，他这样讲，这样什么呢？生生不息的选品是母牛，具有创造性的生生不息的母牛。他说在讲什么？这在生育万物、生养万物这个宇宙性的能量，它是属于母性的。东方是这样，印度原本也是这样，原本的上帝背后的这个。 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说这宇宙性的创造性的根源，其实它是一种母性的力量。啊，所以原本在传在古老的那些社会里头，它主要都怎么样？都是母系社会，都是母系社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男女之间的那个斗争啊，所以你看，上帝变成战神，变成男人，是从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哦，等于是在这几几千年的，甚至是几。 一两万年的这个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变成怎么样呢？男性借由意识形态，借由他的原本的体力啊、哦，还有他的武力，然后比如说你看以前的征伐有没有互相杀戮攻城的时候，你看女人会变成货品，然后奸淫掳掠作为他们的战士兵的战利品。所以等于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男人呢从因为体力的问题。 武力的问题，然后慢慢呢去宰制女性，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呢？意识形态化。所以你看底下的汉传佛教里头就在流传，还有那个东西很要不得，有没有？女人呢，如果不转成男人，她要怎么样？还要修几百劫啊啊，李老师啊，就，啊、哦，还要这样？你看，这就是。就其实，在佛法的原始佛法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哦。 在佛陀里头，你会看到说，我们在有有限的这种记录上面，原始佛法时代里头，女性的阿罗汉不会比男性的阿罗汉少哦。就近解脱的女性不会比就近解脱的男性少哦。但是你看，那你看他在晚期佛教里头又变成那个样子啊。好，那你看这很多的宗教，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也是，在某些圣殿，女人是不准备进去的，你比说，插嘴皮。然后呢？ 他们还认为说，哎、欸，女人呢，因为有月事，所以是脏的啊，啊，所以呢，那你到那个地方去会污染那个圣殿。但是我看到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念其中对家出对吧？哎、啊，如果女人的经血是肮脏的，那你就从这种肮脏的经血出来，那你还是脏的啊？那你为什么你能去，那女人不能去呢？叫这个意思吗？所以等于说，要透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 这几千年下来，男人借由意识形态跟他的这种、这种身体上面的那个暴力，形成对女人的一种宰制。他是这样哦。好，那在以前，比如说，那所以他把女人封闭在“乖乖”的周围，经济上面是这样。哎，那现在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头，他已经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你看。 刚开始，女人要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斗争，有很多的悲剧在发生。那都是女人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呀、啊，啊，它是这个过程。甚至他们要像女人，你看那个，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呢、啊，啊，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几乎就是一个书桌那个小空间，有没有？那我姐姐、我妹妹他们是没有的嘞。我的意思就是，包括女人要争取一个独立的空间。 都不是很容易。从十八世纪以来，有很多这种很悲惨的故事在发生。哈，那所以等于说，从这里看到什么呢？那再也不是说传统的社会里头，男人可以那么有效的去宰制女性了。而且事实上，我这样讲不是就是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讲比较不希望我们这些男性朋友不要那个了哈。 女人的能力其实比男人强。女人的能力其实比男人强。女人她本身细腻，她情绪管理比比男人好。然后她本身是，比如因为她本身是，她要怀孕，所以她本身就具具有比男人容受更高的那个压力的那个先天的这种特性。所以她在处理事情上面啊，你会发现她比一般男人有耐性，有耐力。 而且细腻，啊，那所以等说这样的一种生，这是一种生命的特质。这样，一被一慢慢进入社会市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男人不一定会竞争得过的过女人，但是这样，除了身体的力量、力量的问题之外，啊，其实其他的不一定呢 那现在因为这种体力劳动，以前是农业社会，有没有体力劳动需要男人或者打在部落社会里头打猎需要男人，然后部族之间的那种杀戮需要男人。那现在社会里头大家打电脑啊，你看，早上个去个就业机会，怕这个叫给你干去啊。那在整个工作上面的所需要的那个那个体力的这部分，它越来越少了。它需要的是细腻的心思，有没有敏感的反应，然后持续性的耐力，然后更圆融的这种手法。 人际之间更圆融的这样的一种对待，就是更柔软的啊，看到吗？这些是女性的特质。所以，当女人，当女人，她从被这个传统几千年下来的这种封闭在家庭里头的这个、这个、这个传统社会，从这里头解放出来之后呢，女人的自由度她在张开，对吧？那所以她这个，这样你，这样你们看。 知道我在讲什么呢？所以这个小三的现象，在另一方面从侧面来看，你就知道说它是属于女人的一种，属于反弹式的反抗的一种现象。女人在崛起，女人在崛起，但是这并不表示这样的女人或者这样的做法对女人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她也伤害到另一个女人。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讲一教群的美感。你看，像我们如果一个长期被压迫的人，我们会以一种反抗者的角色来反抗我们的压迫者。阿、啊、衰，你看在，在在这个性解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女人？她从原本的那种被压抑、被宰制、性完全不自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她在翻身，她在翻转。但在翻转的过程当翻转。 还只是一个反抗者，他能，他能不能进到有没有？不再是从一种反抗者的角度来跟男人斗争，而是完全进到一种非常自觉性的、完整性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往这样的方向去迈进。那这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如果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 会变成怎么样呢？女人会带来人类的进步，会带来人类的进步、啊，因为男人要在控制女人的机会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像现在，比如说以前你要拿那个冲锋枪，有没有？那很重。那现在我们都在电脑就可以打洲际飞弹啦、啊，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不是力量，不是力气的问题了，有没有？ 那在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原本从原本的经济因素所形成的那个那个分工所造成那个对女性的那个制约，现在它不存在。但是呢，女性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她的等于说权利意识在在那个开发出来，然后能量能力也不断的被肯定，也在自我提升？那在心灵上面有没有能够自觉性的？ 啊，然后导向一种更完整性的这种生命状态，免于带来另一个女人的痛苦。我觉得，啊，这是对于那个目前在女性主义上面啊，更需要去去注意的了啦。啊，而且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女人的生命更独立、更完整、更不需要依赖男人的时候，男人也只有这一条路走。 他也只能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更完整、更独立。他对情绪的管控更好，他的心灵的那个深度呢，有没有？然后能够更、更积极的去、去拓深他，那也会导向于男人有没有？我们说那个男性的那种心灵上面的成熟，那我们是这样看的：从原本的母系社会变成男人乃至女人的社会，哎，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然后男男人掌掌宰制的女人将近那个五千一万年到五千年到现在没有女人，她又在翻转。那有没有那个机会透过就像黑格尔的那个哲学一样啊，正反合，然后达到一个一个以后呢，能够对于男性或者女性，啊，都从一种完整的心灵的角度、人的角度来看，那这是一个人类的契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哦。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传统的男女之间的那个因素在看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在养育下一代会关瓶颈马阿内里啊，你、那、看、个、这样？先看出来吗？那如果男女之间的关系成熟到变成自觉性的，是一种灵魂伴侣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伴侣的关系，那你看他孕育的下一代，他孕育的下一代他不一样哦。呃，我们都是。 等这样看呢、啊？所谓的灵魂伴侣的意思是，这整个的身跟心都是一个，都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心灵体。所以呢，包括他们之间的那个身体的关系，不是把把对方当成一种工具哦，所以他也不是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哦，不是你发泄欲望的工具哦，它是一个心灵身心灵的一个一个。 关联那种交流的情况底下，啊，所形成的，比如说我们说的他们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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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叫什么？就是那个那个性生活，啊，所以等于说那个性生活不只是性，你知道吗？传统的性生活它常常是比较属于生理性的，啊，所以它是具有工具性的，对这个身体跟对性本身是比较具有工具性的。 那你如果进到这种心灵上面的这种成熟，从这种心灵的交流来看，这个两人之间的那个身体跟性关系的时候，它是身心灵是一体的啊！所以那种那种性的关联，它包含着是身体的心灵的一种能量之间的那个流动。好，那我现在介绍大家一个观念，这就是最好的优生学。事实上是这样。 这就是最好的优生学，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到有没有说，哎，人等于说，比如说人在中阴状态，然后其他的或者众生在中阴状态，他要助胎，哎，会随着他这个个体意识的那个夜袭的倾向，然后跟有相应的那个父母缘，所以你如果说父母之间在交合的时候是那种非，就是说那个心灵频率非常高的那种波动的时候。 来助胎的那个生灵，他就要要跟这个频率相应哦，知道吗？所以呢，你看那在那个状态，妈妈的状态是很好的，爸爸的状态也非常好，彼此之间形成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个助胎的品质，那个心灵是很高的。其实这是人类的优生学、哦、啊啊！所以呢，我所以我现在就讲，基本上讲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了。所以呢。 现在的这些、这些、这些男女的现象，我们只能怎么样看呢？看是在地球上的这个男人跟女人，有没有？他们透过男女之间的战争，然后男女之间在互相学习，然后呢，慢慢他在导向一个更有机的成熟的关联那问题是这样的啊、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哦，都一定会，都一定会有这些又被又苦来。 有人会受伤，对，有人会觉得自己占占便宜，有人占了便宜又卖乖，对，有没有？然后有人占了便宜呢，又会大发雷霆，有没有？都是别人不好，然后怎么样？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这是没有，已经是没有办法终止的过程了。其实它从来就没有办法被终止，啊、哦，那只是呢，我们会会等于说会有一个一个希望，我、哦、就说借有这个机会发布这样的讯息就是啦，对。 等于说，哎，让男人跟女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对，能够迈向更成熟，然后有更高的这种心灵的意涵，因为这是人类的演化上面，人类的演化上面呢非常重要的关键。只有成熟的、美好的性关系，才会孕育比较有机会孕育美好的心灵。活着的是这样。 来助胎的也是这样，啊、哦，所以在那个，比如说，你说在那个密教，他们有的那种，有的特别希望说能够让转世喇嘛来注释，啊、哦，所以等于说，你看他那个要选特别，等于说在两个人身心都要特别健康的那种男人跟女人，然后特别好的，等于说那种环境氛围。 然后甚至呢，他们在行房的时候呢，边边都还要做法事，至少是这样啊、哦。而且是由喇嘛指导怎么样行房，现在干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要招赶那种原本他们的转世者助胎，那是这样，啊、哦、啊。所以如果说了哦，你慢慢你从说我们把自己的个体意识放开啊、哦，然后从这种。 人类等于说众生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之间啊、哦，在学习、在成长的历程来看的时候，也许你对于这辈子有没有这样一个男人，或者说这样一个女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哦，也许你可以看出他哦。等于说在一个在一个男性跟女性的长河的历程当中去看他，也许心地上面啊、哦，虽然没有办法很快速的释怀，但是呢，你的心里头就会。 会比较比较不会觉得那么受伤，啊、哦，这是一个。那再加上说，哦，我说这是一个互相学习跟成长的过程。那再加上就是，这之间都有很多的业力的牵连，啊、哦，我们比如说一个男人，男人有男人的置业，对，那女人也有女人自己的那个业，但是那男人。 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也有他们可能之间的那个业缘的那个关系，啊、哦，这个就叫对，已经接近共业了嘛。那等于说，一个置业面对到这个他业，那在这样的处境，在这样环境底下，有没有？它所形成那种互动跟可能性的条件，也许就不是我们那么很单面式的就能够去穿透的了。 但但是我们当然要这样讲了，哦，所以面对自己的身口意行，有没有？我们上礼拜啊，上上礼拜有特别这样讲啊，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那个业力给驱动？因为他对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没有办法正知正念，所以呢，他甚至呢，纵使有正知正念，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承担。 所以他没有办法转化，就他对自己的生口欲的行为没有办法负起责任，好不好？那他就会变成业力习气的推动底下的这种奴隶。那所以这边就讲到底啦，哦。所以如果说哦要去终止，我们说要让，或者说不要说终止，就让这种所谓的婚姻上面的劈腿的现象啦，哦，然后背叛的现象呢，那个。 降到最低啊，或者说它发生的时候呢，不会带来很很激烈的啊、哦、那种心灵上面的那个伤害呢，只有一个条件：男人跟女人都要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很自觉性的让自己的心灵不断的向上成长，这大概是唯一的出路了。哦，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你，所以你这样看，所以一个人。 那怎么样能够让痛苦、烦恼能够真正止息下来啊？那所以这种你就要去看到了，众生里头有他的必然而然的这种痛苦、烦恼的根源。那如果他对于啊这个痛苦、烦恼的根源没有办法进行一种很自觉性的、全面性的这种穿透，他常常就会在怎么样呢？痛苦、烦恼升起的时候呢？ 因为不知因不知缘，所以他会怎么样？他就会变成痛苦烦恼的奴隶啊！那我们来看，你看，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大概有什么样的这种烦恼啊？你看我们刚刚谈的两性关系有没有？亘古以来就是最大的烦恼之一了，好,不好？ 原本女人觉得没有问题，有没有？然后很多因为那是她要生小孩嘛，所以母系社会，哎，那所以一个女人有很多的等于说那个随时都有男人跟她交配，为了那个生育。现现在还有这种地方在云云云南，听说还有这种地方。好、哦，那女人她不不不跟人家结婚的，不需要结婚，但她很多男人可以来跟她配对，就是要生小孩。那 配种之后呢，小孩子就是女人养，就是女人的这样啊、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人有他的嫉妒心跟占有欲啊，所以呢，变成在男从母系社会到男人借有那种战争的那个优势呢，然后慢慢转变过来，变成对女人的这种宰制，你就可以看得出那是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类的心灵上面的这种不成熟，有没有？ 因此呢，想要借由宰制对方、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满足感跟稳定感。你看，我们说这从两性关系上面，好，那所以如果说你看哦，这起，所以当我们的心里头啊，如果还存有对于想要去控制一个女人，想要去占有一个女人，或者想要去控制一个男人，想要去占有一个男人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 这就是你在两性关系上面的这种烦恼了，好不好？这很清楚，对，好，这是我们刚刚直接就这样讲。那其实呢，在古老从这样的社会，等于说这个人类文明到今天这样来，两性关系的问题，它会一直存在下去，啊、哦。另外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苦恼它会一直存在。另外的是什么呢？对于有没有所谓的天灾？ 因为长时期以来，人类，比看像最近因为日本海啸，有没有？对于大自然，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穿透，就他没有办法理解大自然的力量，它到底怎么样在运作？啊，所以以前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宗教崇拜，比如说那些巫术，有没有？真像我们在原住民里头，现在还有这种文化留下来嘛？对这个大自然呢，他把它当做是一种神秘的母性啊，然后他随时呢。 纵使是他有一些，比如说啊，所谓的天灾的时候，都是他在他一定在表透露出某种讯息。那所以我们应该借由宗教仪式，有没有？奶撒？就是相对是现在的撒进这样啊，甚至要怎么样那个斋戒自己这样，这什么意思呢？等于说人类从存在这个地球上面呢，对这个地球的天地宇宙的这些现象，它有一种无无知的这种恐惧。啊、那。 他又生存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头，所以呢，对这个大自然呢，他充满恐惧跟不安，这是他的烦恼的来源之一。那也因为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无知所带来的这种恐惧跟不安，所以就会又怎么样？你看到现在还继续有、哦、很多那些宗教仪式在进行，有没有？但是宗教仪式的进行并没有办法彻底的让人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恐惧彻底消融，看到没有？ 叫五分地啊！其实我们到现在还一直在回避人跟大自然之间的真正的血缘关系啊，所以呢，心理上面呢一直觉得人是人，大自然是大自然，把自己从大自然里头梳理出来，所以对大自然呢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恐惧的那样的一种心态，所以他想要去占有大自然啊。所以你看，在西方的文明里头，他讲讲叫做“人定胜天”。 啊，yeah. 那在东方，比如特别在道家里头，道家谈的是天人合一哦，这查劲，这完全不敢换啊。Yeah. 那不管是天人合一，或者是人定胜天啊，you know, 看天易物。那在这样的人天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思维跟倾向跟领悟上面，其实是成道的人心灵修心灵修持有一定领悟的人会知道。所以你看西方，他在西方从八零年代以后的新时代运动。 就是针对整个西方文明对于生命的这种误解有,有然后包括对自然的破坏，然后过过度强调这种工业文明，然后变成这种科技怪兽所形成的对于人跟自然的这种毁灭性的倾向的一种反省，才会有 New Age 的运动啊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什么呢？纵使到今天呢、哦，你看。 日本的核灾发生的核灾发生是来自于海啸，有没有？你看那个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诗人，有一个诗人写的诗，然后请那个很有名的演员，请日本演王俊明，演也有演那个嗯，对他念那个诗有没有？渡边谦。那你看他从那里头，他那个诗，他们在他们是认为大自然是无情的。 的，等于已经前嘛，也要跟我们这家里的，这些主人，哎，我们就是大自然的现象啊。那你你怎么会觉得你跟天地、雨露、风雨，它是它是无情的？那透过天地、雨露、太阳能、水，有没有这些孕育出来的，你就会是有情的呢？刚才一说，所以人对大自然的无知，造成他对大自然的这种撕裂跟分离，所以他对大自然充满恐惧，因为充满恐惧，他想要去占有它，想要去驾驭它。 你看，这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苦恼之一，啊，所以这里头已经讲两个很清楚了，对不对？一个是对于大自然的无知所升起的恐惧，一个是在两性关系的互动当中有没有因缘与对于生命的无知所升起的恐惧？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对死亡，对于就是他对于生命的终局啊的一种无知所带来的那种恐惧。 那这都形成啊，人类的这些宗教现象啦，甚至抗拒死亡的现象有没有？比如像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因为你对对，由于对死亡的无知，对死亡现象的无知跟而带来的这种抗拒，所以呢，在现代的这种西方的这种医疗体系底下，就像他们在想要去控制跟宰制大自然、这个，这个这个这种思维是完全吻合的，他会怎么样呢？ 他们想尽办法用现代的科技怎么样？一直要去延续你的生命，纵使你怎么样，你就需要借，只能借由呼吸器来呼吸。他还是想要把你延续下去，啊、嗯。那你看，这都是由于对于这个生命本身有没有无知，甚至是一种误解，它就会带来嗯。面对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呢、啊？ 两性关系啦，还有我们的怎么样？这种老病死的现象有没有？你就带来很多的不可解的这种痛苦跟烦恼，有没有？那佛陀他在这样清楚吗？那佛陀他把这些对大自然的无知的现象，或者在两性关系的这种这种无知的现象，或者对死亡的恐惧的这种现象所带来的这种这种痛苦烦恼，他直接就把它归类在这个苦里面，苦的现象里面。 啊，在这里头，你看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啊、哦，这七苦几乎可以涵盖人类在这等于说，如果说目前有文字记录，大概是两万年的哈、哦、的这种文字记录的这些经验上面，所有的痛苦烦恼的根源啊，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佛陀他自己也这样讲啊，如果世间没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就不会有如来产生。那从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啊，那时候的那个悉达多，他就是因为对于不断的要去纪念这种老病死的轮回的现象，感到怎么样？感到无味啊，他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啊，啊，所以他去追求。 超越这种老病死的这种轮回的这种解脱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悉达多的这种心愿，在那时候的印度文明，他只是怎么样？只是大家的共识之一啊。主要的，不管是有钱的人，或者说就是一般的那平民百姓，或者说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那时候就怎么样？对于不断的生死轮回，很多都很厌烦的。 侬假神啊！就哎、是，哪、欸、个出身嘛是个生，啊个生嘛是个老，个边个死。那我不断的在这个轮被这个轮回的锁链锁住，有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所以那时候的印度，它就发展出怎么样？有的，像现在继续有，有没有？就那种透过祭祀啊，就是那种祭祀婆罗门，有没有？透过宗教仪式有没有？那包括说对于未不可知的那种大自然的神秘的力量，把他把它给鬼神化，有没有？ 然后透过那个祭祀的行为，想要能够就能够得到那个那个稳定、那个安定，或者说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啊、呃、吉祥跟平安。那另外一面就是透过那个祭祀，那、嗯、么让那些鬼神满意。那甚至呢，以后呢，你可以到他们那个国度去，比如说所谓的升天界啊。那时候的祭祀婆罗门在做的就类似这些事情，回到梵天界啊、嗯。那另外有的他怎么样呢？他透过修禅定。 他知道说：“哦，我不想再生死轮回。”那他们以为说，透过禅定呢，可以进入这种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那至少呢，可以免除有没有马上而来的这种生死轮回。这都在宗教上面跟那个禅修上面啊，就是为了这种要去避免啊，在继续无谓的流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的这种烦恼而产生的。那有的人他怎么样呢？那时候很。 很多人，你们知道吗？对不对？他们都会怎么样？为什么恒河会变那么脏？为什么恒河会变圣河？跟这个有关系啊、哦？因为他们形成一种信仰：，我如果把我的尸体或者把我的骨灰丢到恒河里面，我就可以免于生死轮回。所以你看，很多人要死的时候呢，那你看他就在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在河边搭帐篷，准备死在那个地方。 然后，而且他们买很多的那个木头，然后他会告诉那那那边就有人，他死的时候呢，他就把它烧掉，然后就把它那个那个那个骨灰弄到那个、丢到恒河里面去。那如果没有钱买那些好的好的木材等怎么样？我总选顾的蛋位刚刚那蛋位待完，那赶快没有西高蛋追到赶快。但是他们那个是有自觉的啊、哦，因为那是他们的信仰。我这样就会能够怎么样？ 顺屈涅盘，透过恒河，然后走向永生。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等于说，不管是来自于你看人之所以会有对大自然的无知，之所以会有两性关系之间的这种无知跟抗争，啊，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都来自于什么？又有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我不断的生死嘛，啊，所以我就会，我既然会有这个生，你看，我就会活在这种恐惧跟不安里面，啊。 所以佛陀说，如果没有老病死的这些现象，这种苦就不会有如来出世，就是这个道理啊、哦。那也就是说，透过因为人间世的这种老病死的这种苦难啊、哦，这种根源性的这种痛苦的现象呢，然后才有世间这些超越这些老病死现象的智慧的形成。好、哦，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休息一下了啊。哦、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哈。哦 刚提到说，哦，在佛陀时代的那些整个印度人的那种生命的氛围里面啊、哦，他们就是对于生死轮回觉得很无聊，所以想要去超越这种生死轮回的这种苦难啊、哦。那有的借由祭祀啊，那种宗教崇拜啊；有的呢借由修禅定。 那有的呢，就借由把自己的尸体呢，啊、哦，丢到恒河啊、哦；那有的呢，就借由修苦行，啊、哦，都是为了怎么样呢？超越老病死的这种苦难啊、哦。那后来呢，啊、哦，悉达多也沿着这样的一条路啊、哦，去找寻怎么样能够超越老病死。后来他觉悟了，那他发现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 原来你要超越老病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要真正开启这种就近的智慧，就是要无明灭，心灵完全没有被无明给遮障，而且呢，断除对这个、对这个生命现象的这种贪爱，无明灭而离欲贪，所以能够怎么样呢？通达。 现世就能够证得心灵上面的就近苦灭而完全解脱，然后呢，临终以后呢，他就不再转入这个生死的轮回界，就不会，就等于说会停止生死轮回的现象啊。那你看，这是悉达多在面对人的之所以会有这些种种的苦恼的这种根源。 跟苦恼的根源怎么样？仔细透过他的修学而达了而达到的这种领悟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往上面看看什么呢？你看，如果一个人现在我们这就是人嘛，不了解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本质，他跟大自然的关系，他就会是怎么样呢？对大自然有一种敌视的态度。 分裂的态度，所以就会一直在恐惧里面。其实这就是佛法里头讲的无明。我们第一堂课有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就有个盐娃娃，记得吗？一个盐巴娃娃，哎、欸，他不断的去探索啊、追求啊，很累呀、啊，有没有？啊，他有一天他来到大海边边，他看到说，哎、欸，你到底什么东西呀、啊？你是什么东西呀、啊？有没有？然后大海说，哎、欸，你来，你来，你来,你來我这边玩。 然后他走进去，就不断越走进去，越走进去就溶掉溶掉。后来他发现怎么样呢？哎，他完全溶解了自己。然后非发现呢，这是无上的快乐，无明媚啊，就就这个意思啊。你看呢、哦，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一直强调，你看地水火风空四，哪一个特性不是属于大自然的现象？ 不是属于宇宙之所赋予。你看，最近中南部还在缺水，有没有？他们很紧张。那好，在这几天有没有台北这边下雨了啊？大家就比较高兴一些，看到没有？没有水，没有人。那人为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吗？没有太阳也不会有人存在，哎，没有大地也不会有人存在。 没有这些风、空气的这种流动，里头没有氧，也不会有人存在。哎，没有这个空间，也不会有这个生命现象存在。你看，光这个我们一般认为的所谓的大自然的地、水、火、风、空的现象，你看，这就是整个生命的主要的基础啊。那没有了这些，没有了这些要素，你看，你什么都不是啊，根本不可能有存在现象产生啊。有没有？所以。 如果我们的心灵，人的心灵里头，彻底的去看到自己所谓的自己，所谓的自己，其实只不过是这个宇宙性的能量，或者说所形成的这种大自然的现象的一种显象，有没有一种生物化学变化，宇宙的一种生化现象？那它会怎么样呢？它就能够彻底的完全。 把自己消融掉，活在大自然，活在天地，活在宇宙的这个节奏里面，是吧？这就叫做断生剑呐，破除我剑呐、啊。佛法里头叫做断生剑。你看，我们一般会一直以为说，哎，你看，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是我，哎，但是你其实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啊，一根梦都不是你嘛。你看，比如说我们这样下班回来。 你要让这个身体累得跟狗一样啊，有没有？你不要它这么累嘛，但是它就是会累，看到没有？这就是自然现象啊，能量的现象它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那你讲话多了，口渴了，你能不喝水吗？没办法啊。有有热了，你能不流汗吗？没办法、啊。老了，你头发不变白吗？没办法、啊，有没有？ 然后时间到了，能不死吗？没办法、啊。你看，我们讲的是真的，就是自然现象。但是你看，在这个境界当中，因为人，人不接受它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你看，它这里头有多少抗拒？有没有？所以，当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是一个宇宙大自然的现象的时候，他就进入这种根源性的恐惧里面。他怎么样呢？他自己跟这个宇宙，他就疏疏离开来了，就分裂了。 知道吗？这就是亘古以来几万年下来的宗教的迷失。所以你看，他们比如说，在我们说从西方文明本来没有基督教嘛，那基督教也不是也不是来来自于直接来自于所谓的那个那个那个西方嘛，他从犹太地区嘛。那犹太地区原本信仰的是耶和华嘛，耶和华对他们来讲是战神。 就像现在美国在运用这个上帝一样，你知道吗？要要跟人家斩首的时候有没有先说 God bless America，然后按下去，就这样。跟那时候的原始人、野蛮人完全一样啊！他们在战争啊，对不？这些有没有？希望耶和华保护我们，打死他们。讲我现在,在讲这个意思清楚吗？看美国，我们这么说，现在是人全人类文明的核心、啊 他们的心智跟两千多年前的野蛮人是没有差别的，心灵上面是没有进步的，没有完全不成熟。进步在哪个地方，脑袋科技。你看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嘛？有没有？有现在。你看那这时候还有方师兄用的录影机，还有电脑。你看这都高科技，对那时候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不会用，哎，但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会杀人，跟现。 工具不一样，现在美国用飞弹来、欸，用电脑在控制，用洲际飞弹。那那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用血肉之躯拿着武器去拼搏。但是他们一样请耶和华保护他们，跟像现在奥巴马之前不惜有没有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请上帝保护他们一样，知道吗？在原始的那个社会里头。 因为人把自己从这个大自然的现象疏离开来，他以为我是我的生命是生命，你看我的生命是我的生命，生命现象是生命现象，大自然就是大自然，所以呢，他本身就从这种我们说原来的一体世界里头分裂出来，疏离开来，所以他就是怎么样呢？所以他就去抗拒自然的现象，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回到自然的怀抱里头。 啊，所以呢，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现象，那时候的那个后来发展到说，啊，那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有没有？所以呢，上帝只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呢会杀死其他人。这个金曼爱人的来台啊。那那时候的耶稣基督就是看到这种荒谬性，你知道吗？ 上帝是同等对待一切众生的，不是只有你们以色列人的上帝才叫做上帝。而且呢，上帝不是一个造物神，上帝就是一个具体的整个宇宙性的存在。啊，所以呢，他没有，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人格创造神，所以他才会讲啊，信从福音啊，面向上帝，让上帝的国在地上走。 然后随时都每一个人随时都在上主的怀抱，是这个意思啊。那每几个人本来都拢在五天地给人起掉了吗你看我们都是在地水火风空式的这股宇宙性的能量的孕育底下，这就是上帝的怀抱啊，有没有？这样能体会啊，你看，你呼吸一下吸气，息息你看上帝就给你空气呀、啊，啊，你吐气他不会拒绝你呀、啊，看到没有？你一直都在这个伟大的母亲的怀抱里面啊。但是呢，你看我们会抗拒。 你以为你看生从来就不是你能够生的啊？那结果呢？要死的时候呢？你会去抗拒死。那如果说你看你欢喜的来，为什么没有办法欢喜的死呢？如果是你是自然而然而生，为什么没有办法自然而然而死呢？然后要不断的借由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去延延续它呢？然后甚至呢，到最后只是只有吸气跟吐气，然后完全没有生命品质。 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迷失了。比如说啊，那你看呢、哦？如果人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生命的实相，也就是破除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无明啊，你看他就会一直活在这种根源性的恐惧里面。这就是佛陀的发现呢、啊，也是所有的圣者的发现呢、啊。耶稣基督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呢、啊。 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怀抱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国不是在天上，上帝的国就在地上。他在讲的就是这些啊。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你是天地的孤儿啊。你你就是你的是笼住，有没有？所以在圣经里又说浪子回头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不知道真理，你不知道你自己活在。 活在宇宙的这个怀抱里面，你就活在主怀里面，有没有？你不知道自己随时都被上帝给照顾着，你不知道自己获得的就是全部的上帝的恩宠，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你会流浪、漂泊。那在佛法里头就怎么样呢？就是会去执取，会去贪求，会去抗拒，所以就充满贪嗔痴的这种状态。那所以呢，你看你充满贪嗔痴的状态，就好像怎么样呢？一个离家的小孩。 啊！离家的小孩又要找家啊！那他当然找不到家，所以到最后他又回家，所以叫做浪子回头，就是这个意思啊！讲清楚吗？所以你看这里头，在西方的等于说，实际上等于说，从基督教的这种真正的发展上，真正的那个教义上面也是这样，这基督的教诲是这样，然后变成所谓的宗教之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哦，哦，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coughs> 那时候，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那时候的人听懂的话嘛。哦，那他刚开始，他有两个那个一个徒弟，都好像渔夫啊、哦。他他对耶稣基督呢，蛮蛮尊，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耶稣基督给吸引了、啊，想要当耶稣基督的徒弟这个样子。后来他爸爸死啦，哦，那两个徒弟的爸爸死啦。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啊：“西人的代志，然后西人哇人对我讲。” 这什么意思？死人就死人呐、啊，活人跟我走。你要活活人，我爱民讲，跟我这会这样。哎、啊，那西藏人的心灵的安内得需要得需要，你看这个意思吗？而、啊、且你看他叫他，等于说他在当他那种语言都是很。我们如果真正去读那个比较接近那个耶稣基督真正的那个语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都是绝顶的大禅师。变了变了，都是一件一件这样在当下就让你去开悟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看他们那有一回。 有一个富人啊、哦，然后好像被怀疑有通奸啊，那些法利赛人，然、哦、后他们就那边想要那个那个要去把他用石头把他给扎死，然后他们就故意要设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如果说你他没有罪，那耶稣基督就会犯罪。那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女人没有罪，啊，所以你看他就说，那他们问耶稣基督，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呀、啊？耶稣基督在那边投投靠威廉威廉。 您那认为您什么人无罪？您得用石头来给他。<laughs> 你看多厉害！你们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摸摸你们的良心，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你是没有罪的，那你就用石头丢他吧。思意思直下面，你如果没有那么干净，你不要去丢别人，有有都是像禅师的话、啊，比如说这样啊、哦、啊！所以对他来讲，耶稣基督的教义无不可能跟你讲：上帝的殿管，上帝的家，上帝的之家。 所以净土它就在人间，你们上帝的国就在世间走，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所以也就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活在上帝的主怀里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没有？那这是上帝，这是那个耶稣的教诲啊。但是你看到西方文明之后，他还是不一样。嗯、啊，他们把还是把上帝变成一个创造性的男性的人格神，好不好？人家一点听懂，有没有？然后甚至随时呢，他不高兴的时候会派黑暗天使来。 把那个那个让地球扰乱一番有没有？然后觉得你不好，还把你审判，让你去下地狱，有没有？这跟真正耶稣基督的教诲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为什么这种信仰能存在？这样看出来吗？因为对于生命的实相你不如实知，所以呢就被这种宗教性的这种恐惧有没有？这种宗教的设计呢给震慑住啊，所以就形成宗教崇拜，它就变成这样。好，这是耶稣基督啊。 那你看，在道家里头，他就很清楚啦。你看，我们从道家是很特别的啊。你看，原本在等说古中国那时候，你看也是像那种部落社会啊，啊，大概慢慢的呀，然后大家都像动物一样在生活。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叫伏羲氏，哎，他就出来观察。 因为他他在那样的一个部落社会里头，他又是部落的领导人，然后他想要让他的他的子民能够安居乐业嘛，有没有？但是我们活在一个大自然的这个现象里面呢、啊，有没有？啊，所以要能够去了解大自然的现象，适应大自然的现象，我们才能够好好在这里头生存。这就是胡须画八卦的原因呢、啊，所以叫做仰观俯察，抬头看这些天象风云的变化，就观察大自然天地的这些风云现象。 抬头看，然后向下观察地纹、水脉，然后那个山川的走势，然后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是适合居住的？什么样的气候呢？什么时候适合种什么样的东西？有没有先天八卦？他就这样画出来的。他为了干什么？让我们说，让那时候的那些原始人能够在适应大自然的环境，在大自然的环境底下得到安身立命。 所以，在中国道家的这些思想上面，你看《老子》《道德经》就会更清楚，都是怎么样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少欲之足，然后让你看到说你就是道之子，你本身就是这个天地宇宙之道的生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啊，所以呢，你要安于这个道，然后呢，这样才能够过一种真正那个自由、快乐、平安、祥和的生活。 这跟耶稣基督的教诲其实也是一样啊，天人合一啊，你随时活在道里面。耶稣基督是你本来就活在上帝的主怀里面，那就到道家来讲说，你本来就活在道里面了，所以你叫做道之子啊，你是道之子，你是天地之子，你是宇宙之子。所以老子有一种教诲啊，什么样的教诲呢？教我们怎么样呢？你看哦，因为人心在这样的一个文明的过程当中，会随着种种。 我们说像共，像这工业啊，文化的这种侵袭，思维观念的侵袭，有种种的这种欲望，然后它就会带来自己跟别人的这种苦难，啊、嗯。那所以老子会告诉你说，你要先了解生命是什么，让你知道你只是这种宇宙天地的这个现象。那因为你了解你是宇宙天地的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怎么样呢？常常让自己的心神统一起来，载因破暴一得无离乎。 让你的心神呢，随时能够统一起来，然后怎么样呢？心神安定，把那些不必要的，比如说哎，混浊的、贪欲的、强强征求的，就是强强烈的那种执取、那种动荡不安的心灵呢，你随时都能能够怎么样远离它？然后你在面对这个世间的境界的时候呢，它怎么样呢？ 天门开合能维持乎？你看他用“雌”，就是雄雌的慈“雌”，雌性。老子《道德经》很强调这种雌性、母性。诶、欸，就是我们在六根在接触境界的时候，不要取雄。雄的下面雄呢，攻击性、表现性、增值性，争我争我慢我欲我死，那就是雄性的表现嘛？有没有？那女性她不这样啊，所以叫雌性，她是比较手柔的。 你比较受动的，比较宁静的，在那种极静的状态底下，啊，然后心神同意的状态底下，再去回应该做什么事情，有没有？然后呢，回应当下的境界。所以它会变成怎么样呢？不容易被境界给引动，也就是不随着境界而流转，让自己呢随时可以怎么样？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活在道里面。那你看，好，那他很。 了解到之后，随时透过自觉性的这种修学，断除没有必要的这种贪嗔痴跟无明，活成像天地之子的样子。啊，你看，同样的，他解决的第一个困惑，第一个恐惧，来自于对于生命，你们对大自然的这种误解跟不了解所形成的那种分裂跟对立。所以，他活在大自然里面，很自由自在的活在道里面。 没有这种根源性的痛苦跟烦恼，有没有？刚讲耶稣基督，那老子也是这样啊。那讲的最精深、跟最彻底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他看到一件事情呢、啊，生命之所以会有这些苦难产生，刚讲了没有？就是因为你不如实知这个生命的实相嘛，所以这个叫做无名，因为你不如实知生命的实相，所以你会怎么样呢？ 在六根触境接触境界的时候呢，会不自觉的投入投射这种无名跟欲贪，有没有？那你看呢、啊？你以为有一个我，那所以你常常就要跟外面的境界都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啦。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有没有？我是我，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大自然是大自然，有没有？我是有情的，大自然是无情的，谁说的、啊？你是大自然的生物啊！你看，那人类他在这个过程，因为无名。 所以，他的他的很多的判断跟价值观是来自于以无名做基础而形成的这种自以为是，到最后他制造出自己的灾难，他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啊、你看看、哦、你如果人类如果了解到说自己只是这个大自然的现象，这样讲好了。你看啊、哦，我们都是三摩地的同仁，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把三摩地呢维持成一个好的、干净的环境，北欧北部对吧？ 因为你知道，你跟三摩地是一体的、啊，你要常常，你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常常来这个地方啊。那人类如果知道自己就是跟大自然是一体的，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你想他会这样吗？这样想清楚没有？咦，唔做这样待机？所以我北部有没有？你看把，把你看像日本，把那些那个很可怕的那些那个那那些布。 有没有？还有那个色，你看他们聚集起来，聚集起来，那原本是分散在地球各地的、啊、那你们聚集起来，他就具具有非常大的那个、那个、那个毁灭性的那个力量啊。那那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你看，在这个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人类不断的在发展这种非常具有毁灭性的核子武器，有没有？到现在氢弹，然后现在比又比氢弹更高了，什么东西啊？你看他他们在干什么？看到没有？ 他不断的在制造那种毁灭同类、毁灭生命的那种武器，看到没有？所以老子讲啊：“务嘉宾者，不祥之器。嘉宾就是尖端武器嘛，是不祥的，是会带来人类的苦难的不祥、不吉祥的东西。但是你看，现在全世界的文明都在竞争这个，啊，都在不断的要制造最最强的、毁最毁灭性的这种高科技的武器。哎，看到没有？有一个那个禅修者。 禅修的指导老师啊，克、哦、印卡，他说：“人类是疯狂的，真的疯狂啊！你如果这样看，他真的是疯狂啊！你看表面上面穿着西装，有没有打着领带？God bless America，然后发动战争，你不是疯狂吗？真的是疯狂啊！有没有？你看那个无名的力量多可怕，有没有？好，那你看他一直，我们这只是从那个。” 美国的现象，或者是从这种文明的现象来看，那看我们自己也一样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彻底的从心灵里头去看到说，其实我的生命就是大自然的生命，我的呼吸就是大自然的呼吸，从来没有一刻有没有？你跟这个大自然是疏离的，那所以呢，你就能够怎么样呢？ 就好像你就随时活在这个大自然的家里面，就好像你随时都安住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有没有？那你的心就会是稳定的嘛，平和的嘛。但是你不知道啊，所以你以为怎么样呢？所以，嗯，我爱君家比本来看高，有没有？我爱君安安暖，有没有？你就会变成，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活在自我幻象的恐惧里面，所以你就怎么样？你就会不安。那不安呢？ 你不了解这个原因，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你以为这个不安是来自于你的不如人啊，所以就会变成你心不虚嘛，所以你就会想要争，你就会想要争。那你在争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来自己心灵上面的苦难。那别人呢，又会因为你心灵的不安，变成你的不安的工具啊。刚听这一组，比如说你看哈，我们常常那种比较。 一般人可能比较少，比如說像我老爸老妈就没有这种现象了。那如果说像现在的那个那个，比如知识水准比较高的，有没有？他们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站在第一名，或者第三名就要打屁股了，有没有？一定要卡几钞钱干啷子？哎，那你看，那如果他不是第一名，没有办法让他的爸爸妈妈觉得光荣，因爸爸妈妈首伤哦。 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亲亲身经历过的就有那样的例子啊。有一有一对家长啊，爸爸是医生哦，妈妈也是那个不知道大学毕业是研究所毕业，他那个女儿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只是成绩不好而已，很痛苦。然后呢？ 因为他如果成绩不好，考试成绩不好呢，都会受到他爸爸妈妈严厉的这种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妈妈觉得这样没有面子。我的一个朋友的姐姐啊，你看他女儿的存在，变成是他面子满像他的面膜一样的，一般就以民族为干枯。下面么啊？你看，哎呦，这唔乜代志嘛，那个就叫做无知。你看那这样的一种。 因为你的无知，你看，你就把生命的这种苦难，你有没有？你就又种到这个小女生身上去了，看到没有？那所以你看，如果没有办法在心灵上面，你看不了解这个回家的路，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我们就很容易一直陷入在这种自我意识当中，而不自觉的在生活上面呢，不断的投射贪嗔痴，而且自以为是，是吧？ 那这个样子呢，不止在人间世里头，他不断受苦，而且会怎么样？最后还是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啊！所以这就是悉达多的发现嘛，有没有？他发现说，如果要终止生死轮回，就要终止这个生的现象。那如果要做终止这种生，就是转生、受生的现象。那你如果不要去转生，不要去受生，你就要停止内在的这种有序的冲动，能够。 就像一般生物学上的那种生命的本能、种族意志，不断求生的这种意志。那他又看到了，你如果要终止这种本能性的这种再续、再生的这种意志，你要怎么样？停止内在的这种强烈的直取。那你如果要停止这种强烈的直取，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呢、啊？你在六根促境的时候，要能够怎么样？没有那种无名跟贪爱。 所以等于是你活着的时候，就能够了知到说生命的这个实相啊。从佛法来看，它是讲两面的，一个就刚讲的这个生命呢，是一种六界或者六大的一个组合，地水火风空是的一个缘起啊。就像我们的这个生命现象嘛啊，从直数来分析，那在这个六界的这种缘起的现象当中，它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 色受想行识，身心现象不断的这种无常生灭的变化，哎，那身心现象无常生灭的变化是在哪时候现起的呢？六根促进的时候啊，所以生命的现象它就这样啊，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在接触境界的时候，那股能量它就在流动啊，这在佛法里头叫做意因相续。我当时要是先枯的能量的那个状态，有时候是感。 展现成感受的状态，有时候展现成念头的状态，有时候展现成意志的状态，有时候展现成觉知的状态。不同的身心现象不断的在流动，这叫做意音相续。那所以在六根促进的时候，我的身心的觉受跟念头升起，看到没有？重点在这个地方了。我如果不如实知，有没有？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觉知到当下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变成怎么样？你就完全在一个无敏的状态，会随着原本的这种夜市习气呢，然后在六根促境当中，又把无敏跟欲贪有没有那个习气的力量，它又投射出来。啊、所以呢，你活着的时候就被这种无敏跟欲贪的这种习性给控制住。 病的时候这样，临终的时候这样，转世的过程也是这样啊，所以没就没有办法终止接续而来的苦难的生死轮回、啊。所以要去终止这种生命的苦恼，要先能够去看到说造成这个苦恼的真正的根源有没有？那这个根源是什么？无名跟欲贪。那无名，其实无名这个这这两个字。 你如果像从生命的实相的角度来看，就比较容易了解。无名就是不知道生命的实相，无知，无知于生命的实相。那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有没有？你就把它看清楚。生命就是宇宙的现象，就是大自然的现象，就是六界合合缘起的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合合缘起之后呢？啊，变成。 身心现象的这种怎么样？无常的生灭变化，它之所以会无常生灭变化呢，是来自于接触境界啊，六根接触境界的这种缘起，所以它是缘起的。那既然是缘起的，有没有随着因缘条件在升起，随着因缘条件在变灭？这里头怎么会有一个所谓的恒常不变的我在这边控制呢？有没有？ 所以，不止没有我，也没有上帝，你知道吗？它就是一个宇宙性的能量，随着众生各自不同的业缘，然后在六根促进的境界不断的展示出来，不断的显现而已，有没有？那你看哦，你的心，你的心常常浸润在这样的一种思维，跟进入这样的一种体验里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一种。 一种特殊的那个效应，它就会产生了，你就会慢慢去看到说，哎，你原本的那个执着啊，你原本的那个自以为是，你原本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价值观，有没有？你都会发现，它会真的像佛陀讲的一样，原来那些东西，你原本那些自以为是啊，你的家、你的老婆、你的男人、你的女人、你的财产、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以为那些都是你的，啊？ 没有经过反省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看，你以为那些都是你的。那你经过这样的反省跟深深的体验之后，你就发现说，你原本以为那些是你的人、你的家、你的什么东西的那些东西呢，都好像是小孩子在沙滩弄起来的小沙堆而已。无常的风浪一吹袭过来呢，它就什么都没有，就归于平静的。 甚至呢，无常的风浪一来，就像小孩子有没有？你们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如果带带小孩子去海边，对吧？因沙堆啦，弄城堡啦，装那个土人，做老半天，有没有很辛苦的弄弄了老半天？要走的时候怎么样？踩踩踩踩，对吧？那么个大漂亮，不想玩的时候，你看那些什么都不是，嗯？更何况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在这个意思吗？那你看呢、哦？如果我们的心灵里头， 透过对于宇宙生命实相的这样的一种知见，这在佛法里叫做正见嘛，啊，透过这种正见建立这种思想，然后呢，常常去思维它，透过这样的一种思想，慢慢呢，你就慢慢会对比出我们内在的很多的那个直取，很多的直取背后所引生的这些恐惧不安啊，其实都真的也是像。 沙滩边边的那些小城堡，或者那些土人而已，他真的经不起你的真理之光的一种照射。生命的实相就是生命的实相啊，不会因为你每年赚五百万，所以你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啊。那个我最近身体比较累嘛，哦，然后我会到那北头去泡温泉，那那边有一家店很有意思哦。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不老不死温泉。然后每次我看到那个的时候，心里头都会笑。你看，因为那个怎么会这么好玩呢？有,有难道有人会相信吗？没有人会相信说。说有人会相信啊？真的有人会相信去去洗会比较不老，是不是？会比较长寿这样啦、啊。你看不老不死温泉。 那想说这跟所以大家所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秦始皇他要去求长生不老药，有没有？那如果秦始皇活在台湾，住在北头，他就不用去找徐福去海外求了，有没有？每天到那个不老不死温泉去泡就行了，那、啊、你看呢？从你记忆所及，自身他生，亘古以来，对，没有不老不死的现象。但是呢，我们的心里头。 却没有办法那么彻底的、那么坦然的接受这个有生之后呢，就自然有老死的现象啊，从来很少啊，就不会想要说，哎，用一种自然的心境去对待自然的生命，然后都会活在自己所构设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里面，然后活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面呢，所以怎么样？ 你的心就被帘幕包住了，哦还没包的，给你包起来包起来开料理啊嘛呢？就刚讲，你看你活在无名里面，那无名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安跟恐惧。那因为有很多的不安跟恐惧，所以这里头就很麻烦了哦。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得由别人来做伴，拿别人来你边边撞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要别人来配合你，你才会壮胆哦。 所以你会要先生这样，要小孩子这样，要怎要谁怎么样，要要谁怎么样，跟这个都有关系。因为你活在无名里面，所以呢，不自觉的会对外投射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欲望，想要来掩饰，或者说想要来治疗你的内在的这种不安。但是其实你的不安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而得到超越，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 会不断的怎么样？生离死别的时候苦恼，怨憎会的时候呢也痛苦，就是碰到合意的时候怕失去，碰到不合意的时候呢你就紧张跟不安，有没有？那常常又会发现呢自己呢都所求不得，你要什么东西都要不到，有没有？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会在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当中，你会发现生命呢好像又产生。 因缘你这个根源性的苦恼而产生这个原生性的这些痛苦跟烦恼。看我们在人间世，哇！那得人世间里经济经济的境界哇，头家无啥好，东事无啥好，薪水无啥好，然后那个安无啥好，布无啥好，后生无啥好，哇！这些所求不得造成的，呐，在这,这个生命上面的苦难，这个生命上面的苦恼。 其实它的根源的这一部分是来自于你看我们对于生命现象的不如实知啊，因此呢不自觉的啊不知道说诶，生命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它的这种自然的现象，它的无我的现象，它的缘起的现象啊，它的属于随意而流转的这种现象，然后呢想要去控制，所以就常常会怎么样呢？ 越想要去控制，越有所求，越常常是念到这种所求不得的失落、痛苦跟烦恼，有没有？这是一面，这是很粗的一面，好不好？啊、呃，让多公安教能来赞助，好不好？一个是来自于对于生命实相的无知，所以自己跟大自然疏离了，所以活在一种恐惧里面。那他活在这种恐惧里面，他进一步他又自己不知道了，所以怎么样？ 会不断的对人间事产生种种的欲求，啊，那常常又在所求不得当中，所以又回馈成他心里头的苦难，苦难。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我们又从这里看出了什么呢？一个人他之所以会不断的去因缘于去依赖别人，想要从别人那边获得安全感、获得肯定，有个东西来自于哪里？他内在的不自主性啊。 就说他内在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不一定是佛陀的，也不一定是耶稣基督的，哎，就他对自己的生命意义的那个设定呢，还没有办法兼顾起来，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内在一种比较空虚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因为内在的空虚跟不确定，所以会不自觉的会越依赖外界，所以越会会越依赖。 外面的人事物，那他越依赖外面的人事物，你看他内在会越荒芜。那这是一个他生命里头必须要去经过的那个过程，只是一般人不知道啊。等于说，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来自于对生命实相的无知，一个层面在这个无知上面呢，不自觉的对于产生他人的这种求索。 不自觉的去对他人做求索的这种无知，另外一个层面是对于内在自己到底要怎么样活命，这趟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这种设定呢？虚无还在一个荒芜的状态所产生的痛苦跟烦恼，有没有？你们可不可以这样看？你看，在人间世里头，那我们这样把它从这边现在回来了，对不对？从里面再看出去，就会更清楚了。 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恁讲，有一一条大音歌叫什么呀？哎，刚刚入去点唱了不好，刚刚有体无灵魂，那条歌什么歌？有没有？有先躯无灵魂，就他内在里头没有那个心灵力，哎，他没有办法活出他自己的意义，有没有？他没有办法活出他自己的意义啊！所以，别人如果要活出他的意义，他就会不高兴哦、喔，他要拿别人来跟他一样，所以 U 来跟你做会。 又来做堆，就这个意思，他内在里头没有他那个生命的真实感啊，所以呢，他会不断的对外去做求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看到什么呢？体贴这种苦难，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说，像现在的这种小三现象，那现在所以因为有这种小三现象，之前就一直有啦、啊，只是现在更公然。那很多的单单亲妈妈或者那个单亲爸爸，有没有？ 那他们因为你看他好，那婚姻分分裂之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重心都放在对小孩子的教育跟养成上面。他把自己抽空了，意义都输入在别人身上，际遇在别人身上。那所以他当然自然而然的会对他那个小孩子会想掌握啊，会想控制啊，会想要让那个小孩子来满足他。因为如果小孩子不满足他一他就鬼也崩溃啊，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很多的家长为什么他到处他对于他的小孩子会想要去控制有没有？跟很多的男人想要控制女人，很多的女人想要控制男人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因为他们的内在是荒芜的，他是一个衰弱的灵魂，知道吧？所以呢，他就会不断的不自觉的产生对外面的强烈的这种执取跟控制。你看，包括那种嫉妒心啊，就这样来的、啊。所以你看，有的小孩子，那单亲家庭的小孩子有没有？诶、欸。 结婚了，然后呢，妈妈甚至会嫉妒媳妇。哎，那也敢不敢不能过来见，他们那边领见，有没有？哦，真的有这种现象，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如果了解的，那你了解了就知道说会是这个样子啊。好，那你看内在意义的这种缺失啊、哦，这种荒芜，然后不自觉的对外面产生这种不恰当的词取跟求索，又带来进一步心灵上面的苦难。 那进一步心灵上面的苦难，他没有那个善知识，没有那个善法源，去突破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安、啊、他一定是生病了。心灵上面呢，会疏离出从这个生命的实相疏离出来，越疏离越厉害。这叫浪子拢住的，其啊，也有浪女啊，有没有？台湾台湾光某几条歌《飘龙之路》啊，是不是最好听的、啊？对啊。 漂泊的灵魂呢？漂泊的男人，漂泊的男孩子，漂泊的女人，漂泊的女孩子，那种漂泊的心灵呢、啊？有没有？为什么会漂泊？没有办法测悟这个生命的实相，有没有？所以心灵就在漂泊了，看到没有？你心灵就会漂泊。那你如果测悟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实相， 知道生命就只是生命，生命就是宇宙性的现象，随着众生各自不同的业力习气的而形成的一种显象的状态。你了解的，所以这个生命呢，它都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任何人都是这样，所以它都是一种缘起缘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显象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就开始学习了。 建立这种就近彻底的证见之后，我们就要看到一件事情呢、啊。哎，我们在境界当中，如果没有活在这个在境界当中，如果没有活在这个宇宙的就近正见里面，就会变成怎么样？活在自己的无名跟欲贪里面，活在自己的无名跟欲望里面的时候，你看他就很清楚哦。这个无名跟欲贪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会发现说，你很容易触到境界的时候，嗔心火升起，有没有？ 很容易触到境界的时候，或者得意忘形，啊，很容易呢，随着境界而流转，啊，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对吧？对不对？所以呢，只有透过像佛陀讲的这样嘛，正见为前导啊，建立这种就近彻底的正见，我们才会看到什么呢？ 爸爸妈妈在这个人间世里头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但是它也是一种宇宙缘起跟业力的现象，所以我们就懂得去善待这股生命的能量，有没有？小孩子在这个这一场人间世里头是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儿子，但是呢，他也是一股宇宙性的业力缘起的能量，所以呢，你会用一种无我无我所的角度继续去爱跟关怀他们，但是呢，你的心就不会受苦了。 用证件有没有一这个证件？那在这个人间世里头也是这样啊，有没有？你看我们这个人间，他在活在这个大气层里面，哎，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业力，各自有各自的缘起。那现在在这样的因缘，在这样的法缘当中在互动，有没有？我们就能够非常自觉性的把自己的痛苦烦恼呢，尽可能的怎么样？ 借由自己的正见跟对当下的正知正念而降到最低，那甚至呢，慢慢透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啊，你随时都可以活在宇宙之家里面呢、啊。你随时都瓦提拎刀，虽然我刚刚在光车，但是我光车心不赶快。虽然刚刚我的表面上我咧做人的老百但是我做人的老百心不是世界人的老百心。我当人家的妈妈，但是呢不是别世间的妈妈啊。有 你是在当小孩子的宇宙的妈妈、宇宙的爸爸啊？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宇宙之子。你看你那个心境跟心态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每一个每一个境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开头跟上上上礼拜留下来的问题嘛。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在用心的时候，其实通常就在受苦了。 那怎么查？那你心不的变相吗懂得唔查？那你心的变相慢啊？行，这时候是怎么样呢？是你大概都被你原本无名覆盖底下的贪嗔痴的习气覆盖的作用力在推动。啊，所以呢，就容易怎么样呢？你容易让自己受苦，让别人受苦。那个业力习气，那么我们一直强调那个幻影之身，你就会被那个痛苦之身给掌握住。啊，所以。 如果说啊、哦，没有这种彻底的这种宇宙性的证件。或者说你建立起这种证件，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哲学思想，那也没有办法带来心灵上面的疗愈跟成长。所以有了这种宇宙性的证件，哎，然后知道它缘起无常、无我、无我所之后，然后怎么样呢？ 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境界当中，有没有？也就是在六根促进的时候，把这样的一种思维作为我们人生境界的导师、指导原则，在当下呢，调伏我们的这种业力习气的这种冲动啊，那你会发现，这就是一条回家的路。 这就是一条心灵增上的路，这就是一条通达自由的路，这就是一条解脱的路，这就是一条如来道。给呢？如来就是这样而已啊。后面的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这样而已。我为什么故意讲而已呢？因为我们把它给神格化了。其实神没有佛陀这么厉害、欸，无间断的保持在正知正念，然后平静稳定的心灵。 所以他不是神，他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平衡的心灵状态。而、啊、且他，你看，心稳定平衡，以就近正见作为基础，哎，所以他没有任何痛苦烦恼啊。所以他随时都在一种慈悲喜舍，在一种智慧平等舍心的状态呀、啊。所以他没有在对外做追求啦，啊，因为他知道生命是什么，啊。那你看，只有这个样子，看到没有？ 只有去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然后呢，借由这个生命的实相呢，来怎么样，来超越我们生命里头这些业力习气的束缚跟覆盖，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就叫做那个基督里头叫浪子回家嘛，有没有？在道家里头就这样什么呢？第二度重生。庄子讲第二度重生，老子就是婴儿未海。 回到那种心灵的纯全，但是智慧的极致的状态。跌倒，我们来这个世间是妈妈带我们来吗？哎，第一次出生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度出生是什么意思呢？要借由我们在人间世里头的历练，跟借由这些善知识的这些知识的引导，有没有？然后让我们的心灵提升，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这个叫第二度出生。啊，佛陀也是这样啊，有没有？ 悉达多原本是他妈妈的小孩，对，是悉达多出生了。悉达多是被他妈妈出生，悉达多出生了一个佛陀，啊，悉达多消失了，佛陀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学习的那个历程，生命成熟的那个历程啊。所以我们要讲一个结论呢，啊，就像刚刚那个同学提出来的这个是一样，你看哦。 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这种习惯性的反应，这些业力习气的这些冲动，我们没有办法有没有自觉性的去消融它？你说你的幸福快乐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跟别人对你的忍耐上面，知道吗？那你如果一个人很自觉性的。 不断的在看到自己的贪嗔痴的这种习气，而不断自觉性的去消融，有没有？怎么样消融法呢？这就是正知正念，让你的心随时像镜子一样，有没有？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像镜子一样，不是去抗拒镜中的影像，镜中的影像只是影像，我们知道它是影像，它来了又会去，有没有？所以呢，习气升起，贪嗔痴升起，我们如实觉知而不随转，你们去试。 就等于说，慢慢的，你这种正知正念的力量，它就会一直被带出来。所以呢，你那种心灵的那种稳定度就会越来越高。心灵的稳定度越来越高，过往的习气，它纵使它升起，它也不容易拉动。你一被拉动的时候，会马上会知道。那一知道的时候，你又马上能够去停止它。啊，就是等等于学习所谓的活在当下。然后你呢，就能够把这个当下的这种。 魔法里头叫做明解脱的力量，就是明觉的力量，就是觉性的力量，不断的呢活出来，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强大。那越来越强大，其实它就是一件事情呐、啊。你看你的习气呢，就会越来越无力，习惯性的那个反应呢，有没有？那些贪嗔痴呢，它就逐次被消融。好了，那你看你就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验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灵力不断增上，有没有？那你边边的人。 比如说你的男人，或者说你的世间的你的男人，或者你边边的你的女人，如果不随着这条道路去增上，他怎么样？他就会疏离而去，就会越离你越远。那越离你越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也无所谓咯，因为你心灵独立之后，你不会去以这种，因为你不需要人家陪伴。你没能做朋友，你怎样做朋友？你怎样的做朋友？不是那种刚讲的欲求跟欲阻的关系。 陪伴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两方的这种增上才有意义。按两 QQ 的做会了，那都不够抓嘛，啊？等于说你对于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回家的道路很清楚、很自觉，啊啊，所以呢会怎么样呢？不止带动自己心灵力的这种增上跟成长，而且慢慢可以怎么样？你周边的人有有你周边的人如果愿意，啊事实上，他会很自然的、啊。 因为你这种成长的这种心灵氛围呢，然后它慢慢呢，它就形成那种家庭的气氛呐、啊，甚至那个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啊，有没有？然后往这样的一个品质去增上，那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了、啊，就变成会走到佛陀讲的那样的一个一个修行的道路上面来了，自增上，啊，法增上，他增上。那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像。 两千年前叫耶和华保佑我们去杀人，也不会像两千年后不惜叫上帝保护他去杀人，就不会这样了，就不会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没有其他的出路。佛陀这样教导，这样他走过这样的路。 随着他而觉醒的那些男众奥罗汉、女众奥罗汉，也彻底的见证了这样的一条路。老子见证这样一条路，庄子见证这样一条路，所有的历来的这些伟大的禅师、先知见证这样的路，连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丰盛的这些圣者，也见证了这样的路。那所以，我们如你看，如果说想到这边的，走到这边来，心里慢慢去感觉的时候。 真的会为人类的命运感到哀伤，请问要写啊,啊！所以呢，很自觉性的哎，在我们的心灵的增上上面、啊、我们不敢说一触可及，但是自觉性的一点一滴在增上。这不只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且是怎么样对未来的众生父母亲在负责任，这样啊？其实。 这就是在报佛恩，看到没有？这就是在报父母恩，这就是在报众生恩，这就是在报国土恩。如果没有走上这条让个体的心灵不断增上的这样的道路，其实就没有办法报恩，甚至不要说报恩了，常常是忘恩负义了。啊，哎阿内是这样子，这样。 好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哦，谢谢大家，谢谢。